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我们学习语音预备课第二讲。第三部分。一，声母三。请跟我读。鸡，七，西。请跟我读带有鸡、七、西的音节。几，七，细，红旗，洗衣服，飞机。二，韵母三，请跟我读。鸭，耶，腰，忧，烟，央，音，英。当鸭、耶、腰、忧、烟、央不与声母拼合即单独构成音节时，把一写作一，即鸭、耶、腰、忧、烟、央。请跟我读。鸭，爷，咬，又，盐，样。当音、英不与声母拼合即单独构成音节时，需在一前加一。请跟我读。银，鹰。当 U 与声母拼合时简写作 U， 如鸡和 U 拼合时写作啾。请跟我读。啾，球，朽，六。请跟我读带有鸭、耶、腰和优的音节。俩，嗲，别，撇，表，瓢，丢，流，下雨，听写，跳舞，休息。请跟我读带有烟和央的音节。年，娘，练，亮，漂亮，两天。请跟我读带有音和英的音节。近，静，沁，庆，心，星，今天，钢琴，电影，高兴。请跟我读下边的韵母。约，冤，晕，庸。当约、冤、晕不与声母拼合即单独构成音节时，需在于前加一，同时去掉于上的两点，即约、冤、晕。请跟我读。六月，
医院美元白云运气当于约渊晕与声母鸡七西相拼时需要去掉于上的两点如居撅圈熏与呢了相拼时则应保留于上的两点如略请跟我读学习觉得悬崖全家训练平均疟疾虐心攻略当庸不与声母拼合及单独构成音节时把一写作一及庸请跟我读游泳勇敢好用请跟我读庸与声母拼合的音节窘迫不穷熊猫三隔音符号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以啊、哦、呃开头的零声母音节连接在别的音节后面时需要用隔音符号如西安名额第四部分一声母四请跟我读滋呲丝知吃诗日滋呲丝和知吃诗日中的字母 i 跟单韵母一的发音不同这里的字母 i 需要跟其前面的声母整体拼读请跟我读十四一次汉字一直吃饭老师日子请跟我读带有滋知和鸡的音节足球准备正在桌子金子驾照请跟我读带有呲吃和七的音节从来车次机场川菜起床此前请跟我读带有思诗和西的音节司机小时事情十岁自行车先生请跟我读带有日和了的音节热水凉快日本人生日
日历，落日，人力。二，韵母四，请跟我读，蛙，窝，歪，微，弯，温，汪，翁。当蛙、窝、歪、微、弯、温、汪、翁不与声母拼合及单独构成音节时，把乌写作乌，即蛙、窝、歪、微、弯、温、汪、翁。请跟我读。瓦，我，外，尾，万，文，王，翁。当微与声母拼合时，简写作微，如日和微拼合时写作瑞。请跟我读。对，腿，鬼，回，灰。当温与声母拼合时，简写作温，如了和温拼合时写作抡。请跟我读。蹲，臀，论，坤，魂。其他韵母与声母拼合时，书写形式保持不变，请跟我读。瓜，阔，怀，断，狂。三，韵母 er 和 r 化。韵母 er 不与声母拼合，单独构成音节，请跟我读。儿子，女儿，十二，二号。有的时候 ，r 跟它前边音节的韵母连读，变成卷舌音。写拼音的时候，在前一个音节后加字母 r， 请跟我读。聊天儿，一会儿，一点儿，这儿，哪儿。好，这就是语音预备课的全部内容，你学会了吗？请大家下课后反复跟读语音预备课中的声母、韵母、声调和音节，练习汉语发音。我们下次课见。